啊，头里不舒服啊，好像那个从里面往外胀的感觉啊，哎，从里面往外胀的感觉啊，原来是肺里边胀了核物质的瞬间呐，捞上的瞬间呢，会发生核爆炸，因为那个因为速度太快了啊，太快了，把那核物质叭往个容器里面挤的时候碰到一块，然后发生核爆炸，然后再慢慢往外拉，让核爆炸。缓解下来，所以呢，他接触的一瞬间呢，快速一瞬间的时候，脑袋里轰一胀，发生核爆炸。一般人家呢，一般情况下起核物的时候，量比较大的时候，会出现核爆炸啊，会发生核爆炸啊，然后里边的脏子再把那个分开，分了几个小块，然后核爆炸停止啊，核爆炸停止啊，是，近期一瞬间，因为要快速把它胀到一块，有可能发生核爆炸。然后，里边的脏子再把它分成几块小的，处于临界点以下，然后呢就核爆炸停止，基本上这个过程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夜空当中有红色的光什么之类，或者发生爆炸之类的，地下发生核爆炸之类，也就起核物质是，会发生，后面很频繁的发生这个事情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